在座各位大家好，1943年同盟國代表簽署聯合國家宣言，有研究之演變成我哋今日所熟知嘅聯合國，連提中嘅安理會有權就國際重大議題採取強制行動，例如進行維和、實施制裁，甚至係授權軍事行動。然而現今嘅制度下，安理會分為5個常任理事國同埋10個非常任理事國，當中只要中、英、美、法和5個常任理事國入邊，其中一個反對議案，即使有其他成員嘅支持。 案都會被否決，形成辯題中嘅一票否決權。根據聯合國憲章，聯合國基本宗旨主要有3項：一、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解決國際爭端；二、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為原則，增強普遍和平；及三、促成國際合作，以解決國際問題。所以，衡量辯題嘅成立與否，就要睇取消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嘅否決權是否能夠令安理會更有效咁達成佢嘅宗旨，維護和平同埋平等。 我方支持辯題基於兩大原因：第一，可以不攻制度，尊重平等自決。聯合國其中一個宗旨就係尊重平等自決，即係每個國家都應該享有平等嘅地位。現行制度之下，10個非常任理事國每年喺聯合國大會上選出，理應根據地理分布反映全世界各地人民嘅聲音。但因為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權，只要佢哋其中一個否決，議案就會立刻作廢，其餘國家冇任何途徑可以影響到結果。 例如2021年12月，愛爾蘭同埋利亞里亞試圖動議將氣候相關嘅安全風險納入聯合國衝突預防策略當中。議案亦都獲得史上第二嘅113個共同體安哥支持，但係由於俄羅斯擁有否決權，這個動議明明有廣泛嘅支持，最終都無奈告吹。難怪澳大利亞國際事務研究所都表示，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權令到10個由選舉產生嘅非常任理事國角色邊緣化。 難以充分反映國際利益，造成不公。透過取消常任理事國嘅否決權，每個理事國嘅立場同埋意見都能夠公平地被審視，達到平等自決嘅目標。想問有方同學，點解5個常任理事國可以擁有咁大權，單憑一己之力就可以否決議案呢？另外，而家只要1個常任理事國滿意就可以否決，咁樣其他理事國嘅意見又會邊咩意義呢？第二，促進國際合作，維持和平穩定。 聯合國安理會最重要嘅功能在於調和各國紛爭，透過監察同埋促進合作，維持世界和平。
而如果常任理事局只是根据自身的利益就否决议案，就会因为权力失衡而造成局势不稳，破坏和平。例如安理会一直尝试介入叙利亚内战，但是在过去的五年间，中国和俄罗斯就动用否决权多达11次去反对相关的议案，令到人道救援工作进度多一直在原地踏步。又以早前俄罗斯攻打乌克兰为例，联合国安理会就谴责俄罗斯吞并乌克兰领土的决议案进行表决，俄罗斯一如既往地使用一票否决权来阻止议案的通过，令到俄乌战事迟至今日仍处百业败阶段。由此可见，一票否决权令到很多举足轻重的议案迟迟未能通过，常任理事局的权力严重不对等，令到安理会难以发挥维持和平的工作。难怪在联合国工作了25年的学者 Paul Foreman 亦都指出，否决权令到安理会的权力架构失衡，以致决定往往不能够反映到国际社会的利益。透过废除常任理事局的否决权，重要的议案不会再因为损害到一个国家的利益而立刻被否决，更有效地推动国际间的合作和协商协调。想问友方同学，是不是觉得联合国不应该介入叙利亚内战和俄乌战争呢？咁如果唔係，喺現行嘅制度下，又有啲乜嘢方法可以令呢啲重要嘅議案唔好再俾一個常任理事局一票否決呢？多謝各位。跟住係反光主持，有四分鐘嘅時間。你哋好苦我，我得我計。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由方只是不斷強調否決權的弊處，然而只破不立是不夠的。今天的我們不可以只看現時制度有什麼不足，重要的是取消了之後會不會造成更加壞的結果。今天是國際的議題，有幾點我們必先要加以理解。首先，國際關係的基礎從來都是利益先決，每個國家都一定要以自身最大利益作考慮，各國平等共存，共同協商，當然動聽。但是現實入面的確是存在實力比較強的國家，而他們在國際議題上就有更加多的話語權。有方剛才提到為什麼這五個常任理事國可以有這麼大的權力，但正正就是因為時至今日這五個常任理事國依然是世界的強國，存在著一定的影響力。而這個雖然我們可能會不接受，但這個的確是現今的實況。因此我們去審視今日的辯題，就不可以口口聲聲地只是說公平，而是確切地去思考，當否決權真的沒有了，這些國家的應對反應到底是否真的可以帶來友方所說的成效，抑或是適得其反呢？我方認為衡量辯題的準則是在於，如果取消否決權有助安理會維持發揮世界和平的職能，就是利大；相反，如果削弱安理會的職能，就是弊大。我方反對辯題原因有二：第一，現存制度雖不完美，但有一定制衡力。有方講了很多否決權的不是，但是否決權的就對否決權的作用絕口不提。首先，截至今年五月，安理會已經通過了2634項的決議，遭到否決的議案就只有285次，佔總數大約只有一成。而通過的議案包括處理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譴責北韓、伊朗、北韓、伊朗等國家的議案，同埋打擊恐怖主義的議案等等。可見友方不可以只是提及少數具爭議性的事件被否決，就斷定整個機制無用。大國擁有否決權，意味著他們不用拉攏其他國家都可以左右決策。正正是因為這樣，這五強之間就可以達到一定程度的制衡，避免一些傾斜向某一陣營或者某一國家的議案被通過。的確，這樣做是不符合多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但是國際關係從來都是實力行先。相反，要強國接納他們認為接受不到的決議，他們一定不會坐以待斃，一旦出現反制措施，就可能會令國際局勢更加不穩定。第二，取消否決權可能令五常退出。取消否決權更加大的問題是有可能令強國退出安理會，大大地削弱安理會維持和平，最終得不償失。按照現在的機制，將來的議會會按照程序事項決議草案的做法，只要有任何九名安理會成員投贊成票就會通過。這樣做的確看似是公平了，但事實上是不是真的世界和平這麼理想呢？首先，除了五常，其他成員國代表是按州份劃出，現在有10個是發展中的國家，
同以美國為首的五個發達國家陣營利益對立。如果將來決議同美國的意願相違背，美國又是不是會乖乖就範呢？過去美國就曾經因為利益而退出巴黎協議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等，失去了否決權，又怎樣確保美國不會因此而退出安理會呢？另一個可能性，美國現在是國際上面最具影響力的國家，在冷戰期間和90年代大多數的成員都是美國的盟友，美國接連地提出對中國不利的議案，最終都被否決。將來如果情況再現，中國卻失去否決權，極有可能令兩國被西方孤立，長期地邊緣化將會促使兩國退出安理會。可見無論上述哪個趨勢，都有可能令到某國因為利益而退出安理會，而這樣只會令國際局勢面對更多不穩定因素。綜上所述，現時的機制有其作用。多謝各位。可以直接否決全世界的票呢？有方同學，我不明白，其實他們現在只不過有方同學，一票的否決權就可以否決其他，無論是四大常理事國還是非常理事國，他們的意願都是直接無視，一票否決就可以否認的時候，那為什麼有方同學，你自己都說一個國家的意願是不可以代表全世界的時候，今天什麼否決權是就是不應該成立，它就是不公平。有方同學，不要緊，我們不講這個，我們講一下敘利亞戰爭死了300,000人，有方同學，這個是不是事實？是啊，有方同學都知啊，死了這麼多人，聯合國應不應該要介入啊？不應該。為什麼？有方同學，聯合國今天宗旨是維護世界和平，有方同學，為什麼今天聯合國在發生戰爭的時候，聯合國不負責介入去維護、去保護平民百姓的性命呢？有方同學，我不明白。有方同學不答都知啊，其實今天
聯合國宗旨就係要拯救，就係保護全世界人民嘅性命嘅時候，有方同學，我話個事實俾你聽啊，中俄就否決，中俄過去否決過咁多人道嘅救援議案嘅時候，有方同學同你所追求嘅否決權係完全矛盾，有方同學就唔明你嘅立場啦。咁但係如果有方同學啱啱所講，如果係佢哋有方權否決曬所有嘅利益啦，啱啱提到就提到。嗱，有方同學，我哋今日唔係講利益，今日係講人命喎，同學。我哋今日唔係講人命，我哋今日有方同學係，我可以睇到有方同學今日係完全係冷血，完全係無視曬全世界人民嘅性命。好，唔緊要，我哋講國際戰爭，俄羅斯烏克蘭嘅戰爭而家死咗6000人，呢啲人係咪唔夠啊？有方同學，有方同學，你都講係唔夠啦，唔係，你都講係要夠啦，但係今日係。俄羅斯都否決了自行的人道救援議案的時候，是不是要放棄烏克蘭的人民啊？有方同學，沒有啊，多謝各位。跟住輪到反光公園，反光公園又派出一位店員，請問是由選擇正方一位店員去上台呢？兩分鐘時間，你準備好傾向非時點頭？歡迎。今日雙方都同意應該以公平為衡量辯題嘅準則。咁如果俄羅斯退出安理會無法地約束，係咪有方眼中嘅公平呢？我唔明呢條問題問咩喎？你公平嘅定義有方根本就唔明白，但係因為有方都同意應該要和平嘅時候，有方咁擔心俄羅斯，咁你覺得如果俄羅斯有機會退出安理會無法被約束，係咪和平啊？等先嚇，俄羅斯因乜嘢退出安理會先？呢點我方應該會論證，但係其實有方都知道係要約束先可以帶嚟和平，只係擔心我哋約唔約束得到。再嚟啦，如果冇咗否決權，有方有咩方案可以限制五常嘅勢力呢？有方答唔到唔緊要，係因為我方見到嘅係只有否決權先可以令國家互相制衡，先可以確保成員國有留低嘅原因嘛。所以今日你方需要論證取消否決權有助維持和平嘅職能，反之我方得勝，出嚟睇公平性啦。國家係咪以利益為先嘅咧？等陣先，你咩利益先？你解釋得唔清楚呢個問題，我嘅係請你解釋。所以有方唔明白國家係為利益定係？所以有方覺得國家是否以自身的得益去衡量一個決策？有方答不到，所以其實我方現在跟有方說，國家是以利益為先，所以當方案對自己無利處，就有可能會退出的嘛。公平背後有方假設勢力參戰，大國為何會願意全權交出這些否決權呢？到今日其實有方都答唔到啦，因為有方都知道強國根本就唔願意交出自己權力嘅時候，就有可能會退出，所以有方今日係強行咁奪取緊五成嘅權力啊！咁退出之後，佢哋仲會唔會受安理會嘅約束呢？你如果你其他國家，你都識講啦，所有國家都有自己都要考慮自身嘅利益啦。你全球200幾個國家，一切快言歸語，語盡專有名詞。人名除外，如有辯員講述了外語評判一經發現，可知係全面性程度對辯員扣一字分不等。跟住公辯環節結束，輪到正方第一副辯員，只有3分鐘時間。如果你準備好，請向計時器點頭。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首先我哋回應翻有方同學先。有方同學從頭到尾嘅立論咧，都係基於咩啊？美國呢啲咁嘅強國，佢哋冇咗否決權嘅時候，佢哋就會退出聯合國啊，然之後邊個啦？但係咧，我哋今日睇下美國講咗啲咩啦。有方同學咧，不妨睇下事實先。作為聯合國最大嘅金主，美國都係先前嘅聯合國會議公開批評否決權，認為否決權嘅制度係完全唔合理，唔符合現時聯合國嘅制度，完全係削弱咗呢個公平性。有方同學我就唔明啦，點解佢美國都公開批評嘅時候，佢又點解會退出聯合國呢？我哋再引申落去，好啦，今日假設佢哋真係退出啦，退一萬步講，佢哋真係退出啦，咁係會造成乜嘢影響呢？根據聯合國報告指出，現時維和部隊嘅人數頭三位都係
孟加拉、尼泊爾同埋印度喎。而聯合國最多人數嘅中國都係排名第十，派出嘅人數係連頭三名一半都冇，而啲第三世界國家都多過常任理事國。呢啲嘅嗱，維護國際就係最正面、最直接嘅行動嘅準則嘅時候，連常任理事國都係非第三世界國家嘅一半都冇嘅時候，又點樣影響聯合國嘅運作呢？有方同學，公平唔單止係聯合國嘅宗旨啊，更加係促進世界歷史都所認同嘅目標啦。而最好笑嘅係咩啊？聯合國作為最有國際代表性嘅組織啊，內部竟然存在住否決權呢種嘅特權，一票否決，唔單止係否決呢啲議案，更加係否決咗其他國家應有嘅公平同埋權利。我哋睇下5月26日啊，美國就住北韓發射導彈提出制裁議案，獲得安理會入面13票嘅高票贊成，但係就俾中俄呢個兩個北韓嘅盟友動用否決權出去廢除咗，造成係咩問題啊？就係北韓近日兩次發射嘅導彈都係直接越過日本嘅領空同埋進入南韓嘅海域。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Linda Famous Greenfield 都更加直言，朝鮮已經享受住呢兩個理事國成員嘅地攤式保護。我想問一下友方同學啦，佢具有廣泛代表性嘅安理會議員都係被一個國家所否決嘅時候，完全削弱咗甚至無視其180個成員國嘅權利。現時安理會又可以做咗啲乜嘢呢？麻煩一陣間友方一副正面回應一下啦。我哋再睇下啲大國行動啦。喺波斯灣戰爭嘅時候，為咗保護石油資源，聯合國安理會就迅速通過咗保護波斯灣嘅議案。嗱，反觀俄烏戰爭啦，俄羅斯可以就住自己嘅利益，就可以否決咗制裁自己嘅議案，更加唔講以色列議案、敍利亞議案、委內瑞拉嚟議案等等，啲關乎到其他國家利益嘅議案，都可以俾大國為住自身嘅利益而可以否決嘅時候，公平有分得同我答下我點公平法啊？在座各位，今日有方同學其實完全係大國利益主義，為咗大國利益係可以完全無視曬其餘180個成員國啦。好啦，我哋真係立集在大國利益著想啦。咁日本、德國跟多謝各位。跟住係大國利益。大家好，首先今日有犯咗兩個事實錯誤。第一，今日美國係要求嘅係限制否決權，而唔係取消否決權。首先有方先搞清楚事實。第二，而家五常依然係世界上面局勢最強國，佢哋依然係有好強嘅國際影響力。所以我分唔明白點解五常係唔可以代表，點解冇代表性啦？咁今日有方講到咧，其實佢擔心嘅係平等嘅問題、公平嘅問題啦。其實所有國家可以通過安理會共同決策，而有方希望安理會進行嘅係可能全民投票咁樣，所以有方想國所有國家都得到平等的權利，但有方有沒有考慮過取消了否決權之後只會適得其反？其實我方都希望理事國可以有平等的決策權，一起維護和平。但今天我方好像主面所說的議題一旦涉及到國際政治的話，各國是會以自己的利益先行的，而這個是不能避免的事的。所以尤其是站在五常的角度去看的時候，如果失去了一個一票否決權的話，他們面對一些對自己國家不利的議案的時候，他們是無法反抗的。而當他們連留在安理會唯一的優勢都無了的時候，根本就不會有誘因繼續留下了。而我方今天不是危言聳聽，是因為真的有因為利益受損而退出國際組織的國家，這些例子就不乏先例的。除了剛剛主面提及的美國之外，其實1984年發生的時候，曾經過聯以24票對1票的票數去勸告日本去從中國撤離，叫起日本是退出了國聯，而因為國家利益受到威脅退出國聯，然後繼續攻打中國的，所以可見日本退出了國聯是更加不受約束，從而可以更加為所欲為，進一步去剝奪小國的權益，從而令權力更加為傾斜，唔通呢個友方口中的維護和平？其實今天友方都在質詢的時候都認同了友方權的制衡才可以做到和平的，但今天友方又擔心了，一旦涉及了大國的利益，他們就會動用否決權。是啊，今天友方都知道大國是為了利益而著想的，而正正是因為這樣，當你拿了大國特有的權利的時候，會更加令到他們迫不得已退出安理會。而為什麼退出安理會有廢傳，我反而都不斷強調過的。其實今天友方根本就沒有考慮過政治現實的，友方要搞清楚的是，不是因為有制度而導致國家之間的平衡權力有傾斜，而因為有國家實力的不平均才有制度的出現。而講到底，其實今天的否決權只不過是五常想要保護自己利益的一個制度，因為有方天真覺得最先做否決權就可以令世界更平等更和平，而我們今天看到的是強國的本質就是會以自己的利益行先，
所以就好似有方今日佢北韓嘅例子之後，你今日北韓都不受理事國約束，相反見到如果中俄冇得去，冇得去否決呢個制裁嘅時候，會侵犯到佢哋嘅利益，從而退出，而當五十年談判嘅席位都放棄咗嘅時候，強國只會變咗好似北韓咁樣存在，不受約束，胡作非為，而唔通咁樣係有方嘅和平咩？所以其實有方趁今日就事論事啦，貼地啲，按照取消否決權後強國嘅反應而去做討論嘅變，今日去辯題。如果有方論證唔到點解五常退出咗安理會，比起保留否決權呢個咁多利處嘅話，我方今日就得證。多謝各位。跟住係正方第二段，你有三分鐘時間，如果你準備講啦，請開始。主席同伴在各位大家好，有方同學一直講到大國利益啦，有方同學一直點解一定要著重喺大國咧，其他小國咧，我哋唔應該去關心下其他國家嘅利益咩？聯合國嘅初衷公平，有方同學將佢擺咗喺邊度啊？仲有啊，其實有方同學咧根本都答唔到我哋噶，喺五個常理事國同其他成員國有權力不對等嘅情況之下，究竟我哋會究竟可以做到啲乜嘢實際嘅作用咧？有方同學一直用滑波定理喺度話，否決權會令到五個常委理事國全部會退出。有方同學，你係咁樣畫波定律，咁我都可以用我畫多定律畫到係世界毀滅啦。有方同學所講嘅被否決嘅議案，咪正正係好似烏克蘭咁重大嘅議案咯。有方同學點解特登唔講啊？你係唔記得定係唔想提啊？有方公辯嘅時候又話自己嘅立場係要公平，有方主辯又話點解要自相矛盾？義勇為你最大咧，再改不如我哋拉個畫面嚟睇啊！放眼全世界，喺八年之前，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出現嗰陣時候，喺安理會入邊，美國起草一個動議，敦促各國唔好承認克里米亞合併入攻俄羅斯嘅公投結果，但最後13個成員國都投咗贊成票，俄羅斯係唯一一個投下反對票嘅國家，而呢個議案最終都俾人否決咗。過去兩個星期，聯合國安理會召集咗6次嘅會議去商討烏克蘭嘅局勢，但因為俄羅斯有否決權，安理會一啲行動都再採取唔到，唔好話咩去強烈譴責佢啊、出兵啊，強烈聽都譴責唔到啊。支持決議嘅草案嘅國家其實心中早就有數，作為常任理事國，俄羅斯會用佢嘅否決權去反對呢個成個議案，但個個都係用星期六去進行呢個投票表決。以表示對俄羅斯干預克里米亞嘅不滿，點解安理會淪落到呢個地步啊？佢想維護和平，想幫手，但無能為力，咪正正係因為呢啲否決權咯。八年後嘅今日，俄羅斯宣布去吞併烏東4個地區，佔領呢四個地區係佔咗烏克蘭土地嘅成20%啊，同學。但係同樣喺烏克蘭喺聯合國入邊，對所有吞併烏東嘅制裁草案一概都用否決權制止曬。兩件事只不過搞咗八年咋，請問汪同學係咪想將克里米亞事件再次重現？我哋係咪仲要繼續坐以待斃，將烏東900萬人嘅性命置之不理，等佢自生自滅？請問汪同學啊，喺安理會不公嘅呢個現況之下，烏克蘭仲可以頂到幾多個八年啊？跟住有汪同學又話，國聯以國聯嘅結局做例子，當時日本退出國聯根本就唔係成個二戰爆發嘅成因。日本在1933年退出國聯，而二戰是1939年開始的，兩者沒有必然的關係，和整個時代背景根本不同，完全不可以一概而論。多謝各位。跟住係反方第二段辯論，你有三分鐘時間，如果你準備好嘅話，請向第二段辯論。各位大家好，其實先睇翻雙方共識，其實兩邊都同意我哋應該以和平為衡量辯題準則，所以我方只要論證到點解取消五常係會威脅到世界和平，我方就得證。而今日其實有方好貪心噶，一路話我哋又要公平又要和平，而我哋見到嘅係當我哋公平嘅時候，就係抽走五常嘅權力，咁點樣約束佢哋咧？點樣維持和平咧？有方論證唔到啦，所以其實今日有方連揀公平定和平都唔清楚嘅時候，即係斷言話兩個都要，根本只係紙上談兵。相反，基於取消否決權嘅後果，我方認為辯題冇法成立。然後我哋再嚟睇雙方兩個爭拗點啦。
第一係公平性，有方今日話公平公平公平，然而我哋今日唔係唔想，我哋今日唔係想無視其他國家嘅意見，而我方見唔到你可以點樣顧及曬所有人嘅意願呢？你任何方案都一定會有任何一定會有兩邊嘅唔同意見，咁有方根本就論證唔到點樣可以做到真正嘅公平。再嚟，我方已經質疑咗點解大部分願意放棄呢啲特權呢？當佢哋冇得攞否決權嚟保護自身利益，又點樣會留喺安理會呢？有方無法回應。所以我方見到現況係國家以利益為先嘅時候，俄羅斯亦講過係一票否決權維持佢哋世界局面嘅穩定，所以我方見到強行削弱50嘅權力，只會逼佢哋退出，所以有方方案不切實際。第二個爭拗點係有方覺得我哋應該要制裁，而取消否決權之後，就可以真正派維和部隊等等，可以真正咁限制佢哋權力。然而任何安理會嘅決定都要通過和平嘅宗旨為前提，所以有方咁嘅擔心嘅俄烏戰爭同埋敍利亞內戰等嘅例子，如果派維和部隊會發生咩事呢？有方睇唔到啦。有方見到係敍利亞內戰係內戰啊嘛，咁你幫邊邊呢？而再嚟睇俄烏例子，俄羅斯係為咗維護自己國家嘅主權安全，所以有方如果強行派維和部隊，只會擴大戰爭嘅規模，有方根本就無法論證點解會更加和平啦。然後事實係五成一直擁有呢個否決權，所以要求奪取佢哋權力，佢哋根本就唔會就範跟談和制裁咧。相反，如果五成好似有方描述得咁邪惡，制裁佢哋就會逼佢哋退出，唔會受約束而更加變本加厲。而俾國家有一定嘅權力去保持自己嘅自身利益，係協商嘅重要一環啊嘛。所以我方見到你要保持呢個否決權，佢哋先會願意真正坐低同你一齊去協商，而唔係好似有方咁取消否決權就可以真正制裁佢哋啦。今日係有方睇得太簡單，冇衡量到反效果嘅嚴重性。其實有方好直線邏輯，覺得一人一票有方等投票權就係最公平有效，然而背後嘅考慮同取捨有方通通睇唔到㗎。你唔好只係講理想啦，我哋要睇翻政治現實。我方明白願景係可以有平等話語權進行協商，但係考慮到負面反應同埋勢力嘅傾斜，有方嘅優化制度咪就係空談咯。所以有方要明白國家之間嘅唔平等同埋制度所致，而係政治現實冇改變，議價差距依然存在，取消否決權只會適得其反，所以要腳踏實地，唔好再打住公平嘅旗號啦。多謝各位。否決權，想問有方同學有咩方法可以令到重要嘅議案唔好俾常任理事局一票就否決咗咧？我哋而家見到嘅就係重要議案，有好多議案，有方同學可以講下點解重要啦？而且就係其實唔係個個議案都會俾大國去一票否決咧。你所講嘅其實一啲咁極端嘅例子，其實我哋見到頭先都有講過，其實有2000多議案都係通過嘅，只不過有200多人用被否決權否決咗啦。咁而家就問有方，剛才聲聲就係公平，咁一人一票係唔係真係可以等於公平呢？我想問下啲咁嘅人道救援金係咪真係唔重要喺你哋有方眼中？我方已經見到唔係我哋唔想救人啦，而係見到你真係派維和部隊嘅時候，點解會演化得更激烈嘅戰爭？有方根本就回答唔到啦。再講有方嘅公平唔係真係可能，係咪可行呢？咁我同你認清啦，維和部隊咧唔係為咗其他一個國家去打仗，而係保護平民啦。有冇同學？你成個原點係錯曬啊！因為有方頭先就冇答到我哋一人一票係咪真係達到平等呢個問題，唔緊要，其實有方都覺得係達唔到平等嘅。不過作為維和部隊係因為要保護，例如以俄羅斯嘅例子嘅話，維和部隊係要去保護烏克蘭啊，
但同時間佢要對嘅兵隊係俄羅斯嘅兵隊，咁樣嘅話，佢哋兩嘅衝突嘅時候，係咪會有更少人命嘅損失喺入方解釋？嗱，等陣又分台認清翻事實先，俄羅布都係保護平民，唔係攻打另一個國家嘛。佢烏克蘭都係保護翻烏克蘭平民，唔係幫烏克蘭打翻俄羅斯嘛。再者，今日嗱，我哋嗱有分台一直講大國利益啦，咁大國利益，大國利益，日本去咗邊啊？意大利去咗邊啊？其他歐洲強國又去咗邊？有方同學顧及大國利益，咁嗱，再講一人一票，係咪真係公平啦？梗係公平啦！有方同學，因為唔常任理事我擁有住佢自己本身唔應該有擁有嘅權利嘅時候，削弱翻等大家係平等嘅時候，呢啲咪公平咯？有方同學。有方同學部隊唔係就係派個軍隊落去去保護啲人，而係為咗保護啲人而對俄羅斯嘅兵隊而去打仗。好啦，再嚟今日我方見到嘅係俄羅斯啊，唔係意大利啊呢啲咁樣強國嘅勢力喺度提升，所以有方充其量就可以能證到有更加多嘅強國係可以加入安常任理事國，但係唔代表可以取消，唔代表要取消咗呢個否決權。請有方解釋點解要取消？嗱，等陣一樣埋一樣先。有方同學，嗱，今日維和部隊去到保護平民，嗱，咁。俄羅斯見到亂葬崗㗎，有方同學，你係咪唔去拯救啲烏蘭嘅平民先？有方同學，烏蘭嘅平民今日好似喺中世紀咁，可以俾殘忍對待嘅時候，有方同學，你係咪唔救佢先？因為為要保護平民嘅係有方喎，咁所以今日當聯合國嘅維和部都要去幫手保護烏蘭嘅平民嘅時候，咁咪會同俄羅斯有衝突咯。咁同俄羅斯有衝突嘅時候，點解唔係令到個點解唔係令到個戰爭嘅範圍擴得更大呢？嗱，有方同學，今日你咪怪責受害者咯。今日我哋去保護平民嘅時候，你卻怪責我哋話：你唔應該保護平民，因為你就係同呢啲大國起衝突嘅時候，就唔應該保護平民。有方同學係咪覺得烏克蘭嘅平民係抵死先？有方同學，點解我哋唔去保護佢咧？呢啲人命就唔係人，呢啲人命就唔係人命咩？俄羅斯嘅軍人先係人命。有方同學正面回答我啊！我哋唔係幫大國啊，而係見到如果你真係出兵嘅話，你點樣保護啊？俄羅斯攻咗過嚟，你係咪完全唔反抗先？我方見到如果真係要保護呢啲平民，就無可避免有戰爭發生。咁呢個戰爭規模係咪會擴大啊？有方同學即係覺得為咗咧全世界利益著想咧，呢幾百萬啊、幾千萬人啊，掉咗佢死咗就算啦。有方同學，今日啲民主運動死咗咁多人嘅時候，點解我哋其他國家係唔譴責佢？呢個同一個道理啫喎。有方同學，咁多人命傷亡，你睇唔到咩？係你唔記得咗啊，定係你選擇睇唔到啊？有方同學。有方同學，而家我哋見到有個可能性係會造成世界大戰，呢、這個世界大戰係咪有方考將和平先？嗱，有方同學唔好推到世界大戰住先。嗱，今日咧，有方同學完全話波嚟啦，完全冇論證到點解會世界大戰嘅喎。再者，今日有方同學完全係斬腳趾避沙蟲，咁多人命傷亡。有方同學就話為咗唔好咁，然之後就我哋唔應該拯救呢啲人命嘅，呢啲人命由得佢死算啦。有方同學係咪啊？有方同學如果真係去到你咁慘嘅時候，咁呢啲小國利益由邊個保護咧？邊個去？呢啲大國所擁有啲特權特別安全，呢啲小國就完全冇人理，或者並唔係呢啲小國先冇人理，係其180個成員國，無論係大小國都好，都冇人理啊！有方同學，唔通啲得5個常任理事國人係有人權咩？有方同學，唔係我方從來都唔明點解有方會覺得我哋嘅戰爭唔會規模，有方已經無法否認啦。再嚟，我方見到我哋唔想保護啲人民啦，而係戰爭規模擴大嘅時候，點樣會保護到佢哋啊？咪就係戰爭越嚟越犀利嘅時候，人命傷亡咪越嚟越多咯。嗱，有方同學，你講到咁啊，維和部隊咁多人嘅時候，我哋幾時出兵啊？係咪要等到烏克蘭跌國嗰時候，我哋先出兵啊？有方同學，你今日一條人命都係人命，有方同學，唔通要去到幾千萬人甚至幾百萬嘅時候，呢啲人命先係叫人命？有方同學今日完全詆毀咗人命呢個存在，點解一條人命就唔係人命？幾千萬人命先係人命？有方同學正面回答我啊！嗱，有方同學都唔答我，即係證明啲乜嘢啊？證明今日其實有方同學暗埋都知道一條人命都係人命啊，知唔知啊？咁我點解我哋唔去救佢咧？有方同學正面回答我啊！好啦，我方今日其實唔影係有方冇俾到時間我哋回應，我哋而家就因為一條人命都係人命，所以我哋唔希望將個戰爭嘅規模變得更加大啦。好啦，再嚟就係因為冇咗呢個否決權，通過咗呢個制裁俄羅斯嘅議案，先至會侵犯到俄羅斯嘅利益。俄羅斯係唔會退出安理會啊！嗱，有方同學，俄羅斯嘅利益先係利益咩？其他小國利益唔係。正方已經用咗兩年時間先之後反方仲有兩分鐘嘅時間，我三分鐘了。其實今日我方從來都唔係話唔理人命啊，而真正唔理人命嘅係有方啊。我方已經解釋咗好多次，當俄羅斯同埋聯合國之間有更大嘅衝突嘅時候，先係真正造成更大嘅人命傷亡啊嘛。呢啲有方通通唔睇，就淨係講話，就淨係睇而家嘅狀況。但係我方講嘅係，如果冇咗否決權會。成個世界更加混亂嘅時候，先會失去更加多嘅人命，咁咪有方同學。
你只係睇一個人嘅人名，你唔睇千萬喎。我方見到千萬嘅規模更大，有成千萬個人名嘅時候，你就唔理呢啲，只係顧小國嘅嗰啲幾個人名嘅時候，你係忽略咗成個世界嘅和平啦，大家。請問在座各位有冇發現台上有異常未曾發現？冇啊，好，而家係意見環節，雙方意見有一分鐘時間準備。在者，我方今日從
來都不是認可俄羅斯侵佔烏克蘭，而是當今天無論如何都沒辦法阻止到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時候，希望俄羅斯留在安理會都還未引起到大戰。有方都認同的，當大國退出了的時候就不受約束了嘛，所以可見否決權取消之後會反而引致更大的問題嘛。在座各位，我方今天絕對不是說要支持強權大下勢，而是國際關係根本從來就是這樣，試問誰不想世界和平，國與國之間融合相處呢？但你不妨務實一點這樣想，當所謂的公平根本帶來不到和平的時候，甚至有機會令到局勢變得更差，維持否決權才是確保世界和平的唯一辦法。今天說了這麼久，大家又有沒有想過為何國家要將自身利益看得更重要呢？其實背後只不過是為了人民的福祉，國家為了不令到自己的國家陷入危險，保障人民，他們唯一可以做就是盡力捍衛自己國家的利益，以至確保人民可以過上更幸福安穩的生活。因此今天的辯題絕對理應不成立，多謝各位。最後由政方的意見辯論總結，你有四分鐘時間，如果你想令我會傾向第二個點頭。我哋成日話呢個世界唔公平，但面對住呢種不公，我哋係咪又要逆來順受呢？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公平係一個大家都知嘅追求之詞，好多人可能會話：係呢個世界本來就唔公平㗎啦，何必咁執著呢？係，我承認呢個世界好多人做到完全嘅公平，但面對呢個咁不公嘅制度，我哋係咪又可以冚埋雙眼，或者自己話冇問題呢？去到最後一個辯位，總結今日全場新聞點評有三個問題：第一，聯合國嘅角色係乜嘢？聯合國憲章序言的第一句清楚列明，聯合國的初衷是要避開避免我們下一代再受戰爭的折磨。有乜何不今天不斷嘗試粉飾太平，替和平常人行先，大國要具有利益。但現實就是安理會這個初衷向來避免戰爭的組織，正透過否決權縱容戰爭，最壓內戰十年中300,000+平民的喪生，俄烏戰爭至少13,000+的平民喪生。國際社會不是不想作為，但每次想去調停內戰，每次要譴責俄羅斯，都被人一票否決。安理會還能不能夠發揮它促進和平的使命？究竟是否一個國家有實力就可以話曬事，就係大曬任由你平民去死去呢？第二，到底安理會為何要走到現在這個死胡同裏面？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每個國家在安理會上決議都以自身利益為先，天公地道。安理會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透過民主的方式平衡各方利益，促進合作，但有了一票否決權，部分國家的立場可以凌駕主流意識，他們想點就點，又是否合理，是否公平呢？有沒有同學今天跟我們說話，大國有實力，當然實力先行，但是我們幫我看清楚一點，在歷史的方面，聯合國至今已經成立超過80年，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甚至常任理事國中都發生了大地少少的政權替換，例如蘇聯、中華俄羅斯、中華民國同埋中國。否決權的定立是否係咪仲仍然適合今時今日的局勢？咁我又話到啦，五常而家有勢力，有勢力先可以有話語權。我哋睇下日本佢而家綜合國力嘅排世界第三個大，點解佢唔係常任理事國，佢仲係非常理事國呢？而依家如果安理會真係能夠發聲，真係只能夠靠到啦。一個唔好彩，其中一個常理事國有些許嘅微言，或者睇你唔順眼，咁就唔好意思，下次請早啦。例如就住以巴衝突嘅問題，只係因為以色列係美國嘅盟友，所有針對以色列議案都被美國一票取消，衝突一直僵持不下，呢種靠住拉攏嘅關係、隻手遮天嘅制度，難道在座各位真係接受得到、覺得公平咩？咁依家嘅聯合國係聯合曬世界上所有國家，定係迎合曬五個常任理事國啊？第三，現今嘅國際局勢係點咧？前打世界大戰啊，邊個國家軍隊勁啲，我啲就可以控制曬成個戰局，左右國際局勢。本身以為過咗二戰成立咗聯合國，情況可以有所改善，但到頭來個個只係過嚟過一月嘅飢荒。誰大誰惡誰正確？中美貿易戰、同英國脱歐，乃至俄烏戰爭，唔難發現成個世界好似就係圍住嗰幾個所謂嘅超級大國轉。正如由方所講，呢啲國家本身已經有好多嘅資源，所以如果聯合國都要由呢啲咁嘅大國主導，只係進一步加強呢個格局嘅不公。所以我方希望嘅係，只喺安理會入邊，即係有空間俾各國公平嘅發聲，真正透過合作上解決國際上嘅爭議，之後廢除一票否決權，每個國家嘅地位、權力回歸對等，安理會嘅表決先係真正有公信力、有意義。多謝各位。再告一段落，請大家喺留意位置一陣。
係啊，評判最佳辯論員需要額外評分，而每位評判只需在今日八位台上辯員當中選出表現突出的三位，再分別給幾分數。最佳第一位是30，次佳一位是50，餘下一位是20，其餘五位同學不用填寫。
即係個內容分析我真係唔係太多啦。然之後咧，仲有就係、其實反應上或者係反駁對方上咧，就淨係嗱，就淨係聽到佢話好慘咯，烏克蘭好慘咯，即係誒打仗，跟住佢又幫之類。咁即係針對其他方面，其實政府誒反駁方面個線其實都有好多嘢可以講啦，例如係反珠嘅時候，其實佢出嚟話咧，因為我哋而家一條反珠權，所以大國咧需要拉攏嘅國家，佢可以就咁可以保護到自己嘅利益啊，或者係嗰啲利益或者權力嘅傾斜嘅問題。咁但係其實我覺得政方可以喺呢啲地方即係花多啲心思去搏嘅時候，就例如佢話，即係你都識講啦，即係否決權底下嗰啲大國分分鐘需要拉攏其他國家嘅時候，我想問啦，係有一做否決權啲人國家咧可以自己話曬事，佢係容易啲令到權力傾斜啊？定抑或係喺我嘅方案底下冇咗呢個一票否決權，大家啲國家咧互相合作啦，係拉翻嚟個論點，互相合作，互相一齊協商、一齊傾嘅時候，冇咁容易可以即係就咁用一個人嘅權力去推翻所有嘢，個權力會更加容易傾斜。跟住你又可以再講翻你嗰啲咩解放失衡啊嗰啲嘅問題，咁咧就唔會即係好似好嚴重一樣。然之後再講反駁，係啦，啱啱咪講咗話反駁就係即係覺得現實是殘酷的，咁所以我哋為咗和平咧，咁就。即係冇辦法啦，我哋一定要拖累呢一啲即係私人抽不能嘅行動。咁起碼佢仲喺呢個法國面前可以約束。我覺得咧呢個係 OK 嘅。咁但係咧，我覺得反方雖然今日正方冇乜即係好大嘅 pressure 俾你啦，咁但可能即係要諗嘅係究竟雖然現實是殘酷的，咁係咪代表我哋一定要繼續任得佢咁樣樣？即係咪我就算我唔算太為和，我哋去出兵制裁佢，咁我係咪？少可能可以經濟制裁下佢，或者係譴責下佢，即係我譴責下佢唔會是咁屈辱，會是咁樣人啊。咁我係咪即係至少可能有一啲小，即係一小步嘅行為可以改善到呢一個國際嘅局勢，而唔係由得佢就咁擺喺度咧？因為我而家咁樣聽落去咧，其實反而會似類似，可能係二戰前啊，英國啊、法國啊，佢為咗即係叫德國或者係日本或者係意大利。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跟住佢就話：哦，唔緊要啦，反正英國、法國都未有足夠嘅兵力去打你，都打唔贏噶啦。不如我由得你哋繼續入侵下其他國家，咁我覺得幾多幾多啦。嗰個 peace policy 都需要定定下。咁但係問題係，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好明顯就 fail 咗啦，因為佢最後就去咗第二次世界大戰啦。因為嗰啲國家佢接受咗你嘅呢一個容忍之後，佢唔會 recognize 到我係容忍緊你啊，佢只係會不停挑戰加嚟。我覺得我可以繼續。咁所以我覺得你可能要 consider 嘅係，就係即係我係咪因為佢強，我就要即係無限咁樣去容忍佢，由得佢繼續做，定係會唔會有其他方法可能可以嘗試，即係點樣可以減低到佢對其他國家嘅傷害，或者係令到佢 recognize 到其實呢件事未必係啱嘅，大家其實未必係會即係認同你嘅。咁只係我依家暫時俾你和解，咁但係你未有應該做，所以我覺得呢個都係可能嘅問題。我係得啱啱漏咗。講這方面就係咧，其實我記得結辯咧有講話咩？聯合國開初嘅時候成立，跟住整呢個一票否決權嘅高層國家，咁但係去到依家咧，其實已經不合時。咁但係我覺得呢個咧，你係可以前提一拎出嚟講噶啦嘛。咁即係類似可能聯合國開初，我唔記得今日整翻冇講過啦，但係我自己嘅 knowledge 啦，咁當然呢個我自己嘅 knowledge 就唔係計分嘅一部分啦，咁就係提供少少 background information 嘅，例如話當初呢個聯合國啊，你覺得可能即係成立嘅時候啲五常嘅，佢有好有influence 啊，好需要佢哋嘅幫助，佢對於聯合國嘅成立咧有好大嘅幫助，所以我俾呢一個一票否決。咁但係可能去到依家呢件事已經唔適用㗎啦嘛，即係有時講下政治嘅關係有幾次。咁對於而家嚟講呢樣嘢唔合時，或者可能係當初佢覺得整呢個一票否決權出嚟，佢可以互相制衡嘅。或者係佢開出嘅物質嘅，我唔知啦。咁但係去到依家，好明顯都唔係啦。即係你見到佢啲咩議案啦，我試下咁打仗啊，咩敍利亞嗰啲咁嘅嘢喺度打啦。咁所以好明顯都唔係啦。咁所以我覺得你唔一定，即係你唔應該見面先出嚟講，我哋可以觀察佢前面一開始講，究竟一樣嘢擺喺而家2022年啦，我哋做下咪合時咧咁樣樣。係啦，然之後仲有事實上的問題就是，我記得正方義父話，日本退出國聯同意志冇乜直接嘅關係。咁但係呢個聽落去咧，係都
唔係特別合理嘅，因為即係眾所周知啦，國聯嘅失敗同意志係有好大嘅關係，因為佢根本就冇辦法可以制裁到嗰啲國家啦，甚至乎其實嗰啲國家本身喺國聯入面，佢俾人所謂制裁嘅，將佢都係出咗啦。咁我呢個都係你可能要諗一諗，會唔會甚至攞嚟做你嘅反駁人哋嘅一樣嘢，就係、是、即使我今日留咗我個國家喺我個聯合國或者國聯入面啦。咁但係佢一唔開心，佢就已經開始走噶啦嘛。咁所以你想講嗰啲咩留住佢啊，有個方法可以控制佢啊，可以制裁佢，咩都成唔成立咧？因為佢一個唔中意佢就係。然之後最後就去到present 嘅問題啦。我覺得啱啱咧嗱，上一場咧大家都好細聲，但係呢一場咧就相反，大家都好大聲。但係好大聲嘅時候咧，就要留意啦，尤其是男校對女校，如果太大聲嘅話，真係笑死。同埋即係嗰啲係咁打斷人嗰啲咧。因為就有即係本身已經呢樣嘢，即係個觀感上已經唔好。但係如果尤其是係有時男校對女校嘅話咧，個觀感上會尤其差，因為即係你知啦，即係特別大聲、特別惡咁樣聽落嘅就即係觀感唔係咁好。咁呢個就係即係 present 上面嘅問題。係咁，我就嚟到呢度先。唔該曬。好，而家有請香港華人書院中心義務教練嘅楊起田。好，三號。咁我坐喺度講啦。咁即係我覺得今場咧，大家喺嗰個主線構，即係可能喺你諗嘅主線啦，你寫主線稿啊，點樣去 present 你主線，即係例如正方會有準則啊，即係反方可能一開始有反駁啦，即係我覺得呢啲都係大家都 OK 高階，咁所以我唔講太多好 basic 嘅，直接跳去啲我想講嘅嘢啦。主線咧，我先講下主線，我覺得有啲可能大家去向好長，即係可能長比較令到我會扣分或者好難俾分嘅位啦，講正方先啦。正方主要有兩個，第一個就是正方其實成條主線咧，你可以打人命的前提咧，係你要 assume 如果冇咗否決權之後，一定會係和平咗嘅，即係成個格局一定會係和平咗，你先會可以打得曬你扣場嗰啲人命啊，可以出兵即係可能要出兵，然之後去前場會講多啲球，想出兵去阻止戰爭擴大啦，我聽到後場會多啲球話想出兵去保護平民。咁但係所有呢啲嘢咧，都係建基於你論證到，如果冇咗否決權之後，個世界咧係和平咗。但其實呢樣嘢就係個反方對今日最大嘅挑戰就喺呢度。反方最大挑戰就係話，如果冇咗否決權之後，我唔開心嘅，咁我咪退出，然之後我繼續去攻打你。即係佢想講嘅嘢係其實所有都唔會變，我想打你，我都想打你，就總會揾到方法打你。咁所以咧，面對住呢種攻擊嘅情況之下咧，正方佢哋後場對我嚟講，點解我覺得個輸蝕嘅位係你不斷去嘗試去講話人命啦，但係你如果過唔到你一開始嗰個 hurdle 咧，即係過唔到一開始論證嗰個門檻嘅話咧，你呢個攻擊位係會冇咗攻擊力喺度，因為對面就會不斷只會同我講話，我唔係唔睇人命，但係你一樣嘅啫喎，即係大家都係即係有生有死嘅啫喎，即係會有啲類似咁嘅方式嘅。咁所以喺正方。一開始 set 個主線就係冇問題嘅 set 呢一點，但係佢後場你決定你運用個主線邊個位去做攻擊嘅時候，要諗清楚少少。咁反方咧就係、是、我覺得成場比賽咧，反睇即係聽曬成場比賽之後，聽完反方之後咧講，因為令即係聽完反方講嘢之後，會令我反思一點，就係、是、其實咧喺反方嘅格局嚟講咧，即係聽完反方之後咧。我係正方嘅話，其實我係要清兩樣嘢咯。一樣嘢就係我退，即係我有去退出，然之後退出之後剩翻啲人，起碼有一個大多數嘅，即係有一個即係個聯合國有大多數嘅人喺度。然之後我哋一齊去 take action， 去對付翻嗰啲自己走出嚟，然之後佢想嘗試擾亂世界和平嘅人好啲啊？定係我留住佢喺度，但係個聯合國咩都做唔到，咁邊個好啲？其實呢個係反方今日成日比較冇解過嘅，因為我覺得反方咧好直，即係好多時咧都好直觀。反方講嘢咧，例如佢哋後場啊，尤其是 Kiki 咧，會不斷好強調話：，喂，你咁樣會令個戰爭擴大嘅喎。但係咧，我覺得正方有少少俾啲標籤字眼帶住就好，即係某程度上嚟講，如果你係為咗去停止個戰爭，即係為咗去停止個戰爭嘅話，你派兵入去打，然之後令個戰爭擴大咧，我覺得又唔係好有問題。反而係我覺得正方如果咁一開始咁大膽力，即係。又唔真係好大膽歷史嘅，但你前場都會，即係你主編一開嘅時候都會有講過話，我當初咧聯合國設立出嚟有三個準則，咁可以再講一少少啦，即係你係想二戰之後想再杜絕多一次戰爭發生，所以我先會有聯合國所有啲機制。咁但係如果你諗深一層，咁啊反方容許緊嘅係做咩？就係、是、
例如俄烏戰爭嘅話，反方嘅答案就會同你講話，我唔好出兵啦，你出兵嘅話只會令戰爭更加擴大嘅。咁、那個結論係咩？就好似正方二副講咁，就係哈里米亞完之後過咗好多年之後，而家咪又再重複一次咯。咁你應該要再諗深一層，咁意味住啲咩？咪就係二戰之前未有聯合國之前，二戰應該發生咪就係因為例如德國會去出兵去打波蘭，然之後即係可能當時唔同嘅勢力不斷去吞併大家，然之後形成嗰、那個。即係嗰個張力越嚟越大，然之後戰爭一觸即發，咪翻返嗰個局面。咁所以我覺得反方不斷去打標籤嚟話，我會令個戰爭擴大嘅喎，或者留住佢喺度啦。如果唔係佢要走出去啦，其實唔係真係，即係如果你肯去諗深一層，你再諗多步咁樣之後嘅 consequence 係點咧？其實我覺得好似又唔係真係咁反方可以咁理所當然地就咁攞個標籤出嚟，然之後就呢個係個問題。咁我呢個就攞正方。個向後場冇乜思考啦，咁就而家係我覺得可能正方太想去打人命關係，所以就可能 focus 咗少少喺醫療方面咁。咁負面咧，我覺得，所以我啲負面 comment 應該俾正方講咧，就是、focus 翻去你一開始打嗰啲準則嗰度。因為其實咧，例如我一開始聽你，你一開始開咗即係聯合國有三個宗旨，一係和平，二係平等權利，三係合作。咁合作咧，基本上就主面講一句啦，後場就。就算是平等的地位你講到不公平的時候你都不是講得太多，你最多是講到後場就講和平。但是如果你想講每即是聯合國設出來是要平衡三個不同的準則，然後你再想想這個否決權是不是已經看到最近這三個準則裡面最好的 balance 就會好聽過你只是講話要和平，所以現在就要否決就叫你沒有了否決權，即是我覺得會多些層次多些不同論述，亦都會令到你開闊多很多不同的。咁尤其是如果你正主肯去一開始咁花不忙去講啲準則嘅話，後場就需要運用多啲咁啦。咁如果係反方嘅話咧，就其實啱啱基本上講咗啦，就係我覺得有啲標籤自由變用得小心啲嘅。咁包括係後場即自由變用不斷話你咁樣會令到戰爭擴大啦，或者係話冇否決權之後咧，就一定會冇約束力，就會冇咗約束力噶啦。因為在我的角度來講，就是回到剛剛那個局面，就是一是就他退出，但退出完之後剩下的人都即是剩下的人想用維護部隊出兵的時候，你起碼都有一個大的軍事力量可以去震懾他們。咁而如果我留住他在這裡，但是他每次做什麼，即是他每次做什麼我都說哎呀我怕我不想打不打不出兵了這樣，或者他否決的話，咁他就不斷去吞併了，就是重複之前的事情。甚至乎我推多一步就是我不是很知道，因為我不熟國際局勢。但是如果當假設普京如果他知道現在沒有否決權，如果我打烏克蘭可能聯合國會出兵打我，那可能我都會去，即如果我是普京我會暫時，我不知道普京會不會暫時，即是如果是我的話我會暫時。那某程度上都不是只是那個利處，不是只是在戰爭發生了之後我去介入那麼簡單，也都是在個戰爭發生之前它有個預防的作用，因為我知道我這樣做我有 consequence， 即例如如果現在的話我就會知道我出兵聯合國想出兵打我，我否決咯，那你就會少起碼就少了個軍事力量，我因為我否決了那就代表聯合國都否決了動議，例如美國要出兵的時候它又會多一個它又會受到譴責，因為它就是違背了聯合國的原意去打俄斯嘛，咁俄斯可以話話你學咧一樣啫，我哋大家都係唔理聯合國，然之後我哋大家出兵打啫嘛咁樣，咁就似乎咧嗰個 effect 咧係唔單止係淨係喺個戰爭開始之後先有，對我嚟講，咁所以就可能係小心啲啲，即係純粹係你思考嘅時候小心啲啲，或者某啲標籤人咧係用得嘅，但係就唔好過分地用咯，因為你用得太多咧。如果今天對面會思考，即係會開始思考多啲，你個賽就再長啲，佢會思考嘅話咧，佢就識得走，咁就呢個要小心啲咁啦。咁最後就係3D 人方面咧，我幾同意上一個評判講咁樣嘅嘢啦。基本上就係因為咧，尤其是公面咧，你點樣可以去攞到分咧？就係你要逼到對面搭個立場出嚟，然之後你再指出個立場點樣係錯咯。如果你只係不斷地去將你自己寫，呢個問題其實我覺得兩面都有，不過當然情況。就是如果你寫了本身的 flow， 即是你現在打之前你是有 list 的你想確立的，即是我們可能1、2、3、4這樣，那正常即是通常大家我自己做學生時都是這樣，我就覺得總之我在公面的時候我講到1、2、3、4，然後我說你放不到，那就是你放不到，
咁但事實上我即係做評判咧係唔錯嘅，即係我要俾翻咧，我係要聽到你成功問問題，逼到對面出個錯嘅立場，你再指出個立場錯，咁你先會有分。你自己講個立場出嚟咧就唔會有分。咁所以呢個係小心啲啦。而 Trini 咧，我覺得大家都打得有啲散嘅，所以就我覺得呢個問題咧應該係同埋反方問題嚴重少少嘅。咁就我覺得正方因為都正方太有隻眼嚟打人命啦，所以你一開始就諗住打呢個位啦。但反方就會有少少好似冇乜點想，特別我想打邊個位啦，打完邊個位之後冇乜諗過要落啲咩結論啦，然之後打下一個咩戰場咁樣。咁所以係即係我覺得係純粹，因為我覺得反方係四個辯論個反應都好強。咁所以純粹如果你再 plan ahead， 你再諗多啲嘅話，咁你就會即係事半功倍咁樣感覺。係，我評語到呢度，交俾大家，多謝大家。各位同學大家好啦，咁啊都長話短説，因為咧即係雙方面其實我好同意上一位評論所講，其實喺主線確立方面都冇一啲好大嘅錯誤嘅。咁但係我諗大家兩方面都有試一個問題，就係一個啱嘅主線代唔代表可以真係撐足全場咧？即係如果你問我，可能早兩位評判所講嘅，可能正方個問題比較彰顯得嚴重少少，其實反方都有類似嘅情況發生嘅，就係講緊。咦，你唔中意啊？缺咗佢咯，係咪啊？咁佢後邊嗰個否決權係咪啊？咁呢樣嘢其實聽起上嚟嘅時候冇問題嘅，好強嘅，即係聽起上嚟就係話，因為個世界會因此而失衡，係咪啊？不得常失。咁呢個係一個即係都係比較好嘅一個辯位啦。咁但係正方係咪冇機會可以打咧？即係好簡單，頭先其實點解用咁嘅語氣就係、其實你走一個。退出一個組織係需要成本噶嘛，係咪啊？即係你話 quit 咗佢咯，係咪啊？因為你 quit 唔到，我先會咁樣講，你 quit 咗佢咯咁樣。呢個係一個反問嚟，咁所以你要諗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就係、正方要 pack 嘅係你哋有諗到佢咁講先，你哋都可能會之前會即係想象下佢點會講咧咁啊。咁咧就要諗啦，就係、咦？咁你要同佢計下，如果一個國家例如俄羅斯，佢走咗嘅成本會係乜嘢先？係咪啊？即係佢可能會人哋可以真係名正言順聯合去制裁佢喺經濟上面，又或者可能係會真係聯合去衝擊。佢 quit 係需要代價，就唔係有方所講嘅話 quit 就 quit 啦，係咪先？咁呢啲我覺得係你哋後場嘅時候，你聽到反方不斷去講呢個點，但係好似有少少就係冇呢個招架之力咯。咁呢點係需要留意嘅。咁至於反方方面，咁呢個亦都係你哋需要防嘅地方啦。但係另一方面，我覺得你哋開辯嘅時候咧，有個點其實都幾強嘅，就係講緊其實好少嘅數字好少嘅數字其實係通過啲同類方方面嘅，就有九成嘅好多時間做緊嘢嘅。咁我諗個情況同上一場有啲相似嘅，就係反方咧好多時候好自覺地咧會將嗰個重點擺喺未來嗰度，因為你係打反方，冇咗呢樣嘢，我哋未來會點樣點咧？咁但係我覺得都可以擺翻相應嘅比例去講嘅，就係而家其實有啲乜嘢係持之以即係有效嘅咧，係咪啊？即係我哋係嗰九成裏邊有邊幾個係促進緊一啲合作啊？係發揮緊佢嘅功能咧？咁呢點我覺得係會令自己嗰個攻擊面或者嗰、那個。論點嗰個基礎會更加闊咯，咁呢個我覺得係反方可能要留意多少少啊，咁呢個真係要多少，因為好容易嘅，其實上一場都係講好容易就係、未來會點點，但係即係正方有句講得啱，就國科理論啫嘛，你所有嘢其實你證明到係咪真係會退，即係同埋如果正方可能同你數係成本係咪啊？話你退嘅時候係咪即係話俾大家知你唔玩啦係咪好似你打麻將咁你推牌啦，咁之後個反應其實未必好似反方台講咁細嘅喎，話走然後就出兵咁樣，又或者前一個評判所講係咪會有個制衡喺度咧？咁你要講嘅就係而家現行嘅時候有啲乜嘢機制，可能其實都可以持之有效咁樣做嘅，或者嗰九成裏邊有啲好典型嘅案例啊，都俾我睇到嘅，其實唔係錯格好容易咁講出嚟。咁呢啲我覺得係要需要多少少嘅建立咯嚇。咁至於正方方面咧，喺個主線嘅確立方面，即係頭先評判都所講啦，即係我都嘗試探討下嗰個成因啦，即係除咗係。即係頭先講緊嗰個反駁位之外，另一個就係我覺得喺一個主辯嗰、那個你哋定奪主線嘅時候咧，
你定嗰個衡量基準咧，好似太過理想化。呢、這個亦都係反方好容易去打到你嘅，就係你要和平定係睇多先，睇多先啫。啊，咁係啊，要公平定係和平咧，係嘛？因為俾我感覺就係、是、其實四個字講就係反方覺得你層次過高咯。係咪啊？即係喂，你咩都做曬嚟咁講，係咪真係可以做到呢啲嘢先？係嘛？但係呢個好似同我哋即係安平嘅觀感就係、是，而家聯合國唔係做緊呢啲嘢嘅喎，係咪啊？咁所以你哋會唔會用翻另一個方式去講，就係、是、你哋喺個定義上面其實同反方可能有啲嘢可以係差唔多嘅，即係喺定義方面就唔係叫你無啦啦去轉立場或者轉定義，但係喺即係開球比賽之前，你定立主持嘅時候可以立一點嘅就係、是。而家聯合國係咪發揮緊佢嘅功能啫？而家係可能係一個係，我諗係一個可能半殘廢嘅狀態，係咪啊？如果再係咁樣落去嘅時候，係咪啊？好多嘢都行唔到啦，好多嘢其實連個話語權都失去嘅時候，係咪啊？即係我俾個好簡單嘅例子你啦，例如你學校你搞旅行嘅，係咪啊？搞大食會嘅，我同你講，你個老師咧，最終有攞回應。你去搞邊度，佢都日夜就可以 back 咗你㗎啦，係嘛？去搞邊度？咁我想問，如果作為同學嘅你哋，你哋仲會俾意見咧？你知道老師唔肯㗎啦，係咪啊？你落去長洲喎，長洲有海灘嘅，會游水嘅，啲人會浸死㗎。你知道老師可能基於佢安全嘅立場，佢一定係唔會俾你㗎。咁其實嗰個反應就唔係在於否唔否決係公唔公平嘅問題，係咪啊？聯合國唔係講公平嘅，如果你問我嘅話，係咪啊？即係你國家。嘅國力啊，唔同嘅經濟啊，呢樣嘢唔係公平嘅。正如有陣時可能老師同學生都係嘅，但係如果係因為有一個絕對方權，你預計嗰個老師會唔去同意你嘅講法嘅時候，可能連你本身你所盡嘅力你都冇埋嘅喎，你唔會講嘢喎，係嘛？係咪都講啦？我唔投入嘅，呢、這個就可能你之後會再發生嘅事啦。所以咧，我就覺得有陣時。可能你哋打嘅時候都可以留意一啲點，就係你未必需要好層面過高去講，我聯合國其實要達到點點點，一取消咗呢個，哇！所有啲和平部隊咧，直接超人咧，所有都出曬嚟啦，係咪？反而調翻轉嘅就係而家繼續咁落去，其實個狀況一路咁樣差落去，可能就會好似反方頭上講嗰種瓦解啊，又或者嗰種係完全失語啊嗰種咁嘅情況發生啦。咁所以我覺得可以喺呢點上邊。未必需要將個定義打咁高，咁你後場就會舒服啲啦。咁我諗我嘅分享就到呢度啦，咁多謝曬。我宣布賽果，首先係最佳辯論員嘅獎項。今日最佳辯論員嘅係反方二副主席李兆堂。至於今日嘅賽果，正方得票零，反方得票三。換句話講，今日勝出嘅係反方主席張忠謙。多謝曬今日嘅比賽已經結束，多謝大家。